而家我哋咧就會開始個訪問環節啦。咁我哋會問咗關於音樂上嘅問題先嘅。正如你好啦，咁你對上一次嚟香港開演唱會就係2018年啦。跟住之前你就話可能想下一次香港演唱會就加啲新元素，可能會開四面台啊。咁我想問你，暫時喺音樂上有冇一個計劃？喺度構思緊啲音樂嘅類型啦，或者要點樣去策劃。企劃一個好好睇的 show 啊，燈光啊，舞台啊，都會希望是更上一層樓的，即係會更好睇咁樣。而家已經開始計劃噶啦，係咯，覺得好似隔咗好耐冇嚟到香港咁樣，都兩年幾，係啦，咁就上次係。对，2008年的两场。金如，我想问一下你，你唱了那么多情歌，其实有哪一首可以特别代表你内心里面的感情？李佳怡，李佳怡吧？对呀、啊，其实我这次自己制作的这一首，叫做《我就知道那是爱》，我觉得这个歌是蛮能代表的。你们喜欢这首歌的曲风吗？就比较轻松愉快的，对，因为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描述那种刚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就是我相信你们都有那种热恋的感觉，然后很确定对方的，然后很满意很满足的心情的，所以这个歌蛮能代表这样的一个我现在的一个心境的这样子。静茹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唱过很多类型的情歌，比如像比较轻快一点的宁夏之类，又比较摇滚的像燕尾蝶，然后你觉得还有哪种类型或者哪些类型是你特别想尝试但你还没有唱过那个类型的？很多年后都可以嘛，对不对？也不一定要现在，对不对？因为像我看一些国外的颁奖典礼啊，像格莱美奖那些或什么，我觉得有一些很像 soul 的音乐，或者是那个 big band 的东西，还蛮好玩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可以做像那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一些单曲来玩一玩。那你会唱像忐忑那种风格的？忐忑这个歌是个意外，完全是一个跨年给大家的惊喜的礼物。我没有想到你们太喜欢我那个搞笑那一面，不喜欢我正经这一面，就是。但是我也不能够常常那样子，因为那样广告代言就很难再回头，会有那种，我觉得也不能够太多啦。对，如果演唱会我穿得很正式 ，opening 就唱忐忑。你觉得这场演唱会该走什么风格？然后 uncle 走会是什么样子？我是无法想象。那这个部分就不考虑啦。但是现在要现场唱也不可能啦，不如你们唱给我听。因为那个是因为我是双子座的，然后我很怕别人很不喜欢人家激我，激我说我觉得你一定唱不到。那激我的话，我就会去练，练完我就会说，你看我就是唱得到，所以我就是爱玩呐、啊，爱玩。我没想到那个大家反应那么多，对，所以好吧。就没有结论的，就是这个。你们下次练，然后你们做一个合唱版，在我的签唱会或什么时候欢迎我的时候或接机的时候，你们就唱，我会很快乐。对，比唱我的歌开心。就说接机的时候，你们就有指挥，你就来指挥好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对，这样子，然后就把串联成一个合唱。我会蛮开心的，好不好？正如你会不会唱多啲广东歌？其实广东歌咧系好想嘅，一路以嚟都好想唱，同埋我觉得如果广东歌真系要唱咧，好似要真系揾到香港嘅制作人啊，或者词曲嚟制作，先至会好特别，会有好大嘅唔同。
所以咧，我希望唱片公司都可以俾到我呢個機會，可以同環球其他嘅藝人合作，譬如話我都好期待嘅 Eason 啊、謝安琪啊等等，因為我也覺得蠻好的，係咯，加油，加油啊！睇下有冇機會。哦，因為我同李卓雄先生已經合作過好多嘅歌，譬如話經典嘅就有《可惜不是你》啦、《暖暖》啦，咁我哋就合作咗嗰、那個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那個時候，《看海計劃》很早期的，但是都沒有人發現，嗰啲歌都係佢寫嘅歌詞，所以我覺得識咗佢好耐，咁佢都幾了解我嘅歌性。所以今次就找到他一起来策划整张专辑，会比较有主题性，有连贯的感觉。想问你呢，如果因为譬如见到你譬如很久之前第一张碟啦，就会是一夜长一个小女孩的曲風或者唱腔，你會不會覺得現在，當然你曲風我想也都隨著你已經變成一個很幸福的小女人的時候呢，會 再成長，或者唱腔會不會有一些改變呢？會覺得是需要，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是因為唱歌是一種感受的，所以主要是那些歌詞怎樣去感動到我，就用咩情緒去唱。咁唱腔比較特別嘅，即係用喺彈車嗰只歌已經用曬啦。咁就我冇再咩特別㗎啦。所以咧，如果正常即係華語歌，都係正常用翻大家熟悉。大家聽呢一張碟應該覺得應該是都差不多。呢只碟裏面就有啲曲風，其實都同以前好唔同啦。咁我想問，因為之前你喺演唱會裏面都有試過跳舞，咁你會唔會話遲啲試下唱啲舞曲啊，跟住跳舞咁樣㗎？應該不會再有，因為我好冇自信啊跳舞，同埋會好唔自然嘅感覺啦。自己睇翻上次演唱會跳舞，都係好唔自然嘅感覺咯。係咯。都好驚啊！會壓力即係成件事咧，即係失去重心，掛住嗰個跳舞 O 唔 OK， 跟住唱歌就會好似講得唔夠專心，會好影響。咁我會唔想每日都發噩夢，係跳舞呢件事。